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现在来教大家用语言做大号的软件。好，接下来大家看操作。这个界面我就随便弄就行。只是为大家演示一下。比如我弄一个 CF 刷枪的。现在先改一下它的标题，然后这一个给它改成登录刷装，不对，刷枪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写代码。为了方便，我先把这一段给写上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发信的邮箱。我用这个 QQ 号做演示。看一下这个 Q 的邮箱。好，然后这一个是它的密码。这一个 QQ 邮箱的密码。现在来写这个发送邮件的代码。这个主题随便写，逗号了，正文。这里就是我们要到的那个内容，把这两个编辑框的内容发到里邮箱里。这是编辑框一，这是编辑框二。好，然后这个收信人的地址，比如我用我的 QQ 邮箱，这些不用写，现在写这个发件人的邮箱，就是这一个，加上双引号。好，现在把这个给缩小。然后弄一个信息框，提示他输入错误。密码或账号出错，软件提示
我们运行一下。先开启这个发电邮箱的一些服务，这里先不运行。这个电脑有点卡，等一下。好，我现在把这三个服务给它打上勾，然后保存。现在把这个邮箱关掉，我们连这个运行，测试一下能不能收到。这个写数字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它这里提示发送失败，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先把这个编辑框给它改成密码输入，然后这个写 Q 号的给它改成这个一个输入数字的。好，我们输入一下，这是看不到的，然后这个不能打字，这样就比较真一点。这个 QQ 邮箱他说是垃圾邮件，有时候发送失败。我用我这个收信的添加一个白名单，用我这个 QQ 号，把这个邮箱添加到白名单里面。找到这个反垃圾，然后下面这个设置邮件白名单，写上我这个发信邮箱，然后添加上去。好，添加成功，我们再来试一下。这个密码我写然后点登录刷墙。还是发送失败。再来试一下，跑到垃圾箱里面去了。好，我们收到了，看一下这个收件箱。这样一个简单的盗号软件就做出来了。
一些人喜欢弄那个刷砖的，也可以。这个界面我给它弄得比较逼真一点，这里写个 QQ 号。这个写密码，我们做好后就点这个编译，然后点静态编译，把这个做好的弄出来。刷墙软件。好，我们运行一下，再测试一次。然后点登录刷墙，看一下。好，这里提示出错。看看有没有收到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我先连保存，把这个源码打包给大家。一般这些什么刷枪、刷 QB、刷砖的，都是些钓鱼的。这里有收到。大概就是这样，好，先教程结束，再见。